风雨交加，冒着大雨出来，大风大雨。哎，刚才上面这个雨棚也掀掉了，终于把它绑起来了，就怕他们明天，你看一个个的落，淋成落汤鸡了，就怕明天一觉睡醒全淋昏过去了。你看这鸡好呆啊，它睡了之后天黑了它又不动了啊，终于绑起来了。刺不刺激？台风啊，刮台风、啊！天哪，吓死！把这个绳子现在拴在哪儿呢？拴梯子上。梯子都吹倒。对呀、啊。我就拴到这个，拴到这个笼子。哎，对，这个笼子应该不会被吹走，就拴在这个笼子上面，旁边这个笼子上面。叫你个大鸭，绑在这儿了，绑在另外一个鸡舍上面了，再绑一大呗。在那边。哦，行，安全起见。这防雨布过段时间都要换。怎么了？它那个上面太阳晒的已经太烈了。干嘛？你就梯子。把这个绳子摔到那边去，然后再绑一道。这个洞，哎，对，绑个两道好一些，然后再固定在这个笼子上面。大公鸡在说话，冻死我了！大公鸡在说话，你们才来呀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说的话还不来呢，你就准备淋一个晚上吧你。好，自己搞定。我的天哪，再吹也不会翻过去。对啊，不会翻过去就行。哦哟，还有这么多的蛋没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六个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蛋都湿了，这里面呢，8、9、10，10个蛋，你看大橘，眼神呆滞，看到了，你看呆的。哎呀，你看甩后，甩后，冻死我了！你看那落汤鸡一样，这不是像落汤鸡，这就是真正的落汤鸡。看哭泣的站在这儿，站得笔直了。哎，他嫌弃我，他转过去了。哎呦，漏雨上面，哎，他们呆啊，这漏雨他不会换个地方？那这边漏雨。那这边不漏雨，你呆子到那边去。大公鸡，别叫了啊！再绑一道。哎呦，把它再拉一下。哦，没事儿。拉平，然后在这边再绑一下。我的天哪，养鸡人容易吗？哟，他是在干嘛？帮他理毛啊！你看，
哎呦，这边理理，那边理理。哎呦，哎呦，搞得像个人一样。搞得照顾人啊。嗯，你看，左边照顾一下，右边照顾一下。那个老母鸡都已经离得多远了。嗯，你看这老母鸡，这两只在这儿呢，然后甩后在这边上呢。哎，它蛮聪明的，它贴在边上可能还好，领得像个鬼一样。羽毛炸裂。走走走走走，还好这阵雨小，走吧。啊，睡觉安心了吧？安心安心，回家睡觉。梯子放哪？梯子拿着。这扎下去吧，扎死它了。嗯，倒下来放吧。修好了吗？修好了。哎呀，哦，这样就能挡雨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好了，安心了，回家睡觉。安心回去睡觉喽。哎，不容易。看看这后院一切其他都还好，棚子船都还好。回家回家，雨又下大了，赶紧回家。看看昨天我们弄的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给鸡挡雨的雨棚，现在所有的鸡还在二楼上面呢。你看这个水，现在已经下去一半了，妈过一会儿就可以放鸡出来了。看看河里面的水到哪儿了，河里面的水位也很高。一夜的大风，还好一切都很好。这个棚子上的一根木条好像断了。鸡着急了，想下来玩了，你看全在这儿了。过一会儿放你们啊，等水下去了再放你们，现在还有很多水，水位上涨。嗯，这一场大风终于过去了。看看，这还有两个鸡蛋，有一只鸡老是会偷偷跑出来，然后它就会在这儿下蛋。是我自行车的后面小篓子。小兔子又来吃草了。Hello， 小兔，天天来，好几只。看到人也不走，全部都在抗议。看下面有水，你们不害怕啊？马上放你们出来啊！水位已经下降了，拔出来。对呀，马上把，哟，对，然后再拔那边，把它倒下来，倒下来，没事，马上要换，换位置，马上把这个原来围鸡的这一块把它换一个位置。放下来，对，妈，我们要换位置。对呀、啊，抗议，集体抗议，把原来这个位置移一下，我们准备把它移到这个侧面来，然后让这一块的草也长一长，给鸡弄的基本上草都没了。换位置了，看看这些藤蔓，
全部长到网子上了，网子拔不出来了。下面有两根钩在下面呢。嗯，对，就那。哎，对，好。不用镰刀，根本就网子都拔不出来了。好嘞，哦，快出来了。看看这个网子上，差不多了，先把那个拔下来，那个杆拔下来，还拔不了，再看一下。哟，看好看好线哦。哦，什么？都就是那个也不能吃，就很苦。之前。好，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能吃多没意思。马上种黄瓜，让黄瓜爬藤子上。好了，出来了。哇哦，看看，长满了藤蔓的网子。好，过来，两个小朋友。哦，全部拔下来了，然后把它顺过去。这样鸡从门下来之后，它们的活动区域就靠着这边小树林了。圈圈要围好了，围船肯定不够。看看，即将成功。把它全部网过去，把鸡舍也网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把鸡放出来喽。然后这一块就空出来了。这三个人在忙着呢，鸡在等着。看看水面上一大群鱼，一大群鱼，看看啊，能不能网到它们。哎呦，太远了，够不着，够不着。还是有，看看有没有，应该是有。哇，哈哈哈哈，还是网到了，我的天哪，好大，哇，哈哈，啊，啊，四条，还有，来，在这，过来，在这，这里面还有，到这儿了，到这个位置。应该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在这个位置，对，让开，让爸爸扫，再来一网，四条鱼疯了，哟，说不准，马上到那个台阶上再去抓，台阶上刚才是飘过，嗯哼，一群，哦，这没有，这网没有。哇，这四条鱼好大！我的乖嘞！